喜欢打乒乓球，我对乒乓球很在行吧，算是，因为它考验你的敏捷力。我有一只狗，是一个比熊，它是一只公狗，但它很撒娇那种声音，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。我觉得这两个我都很喜欢，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芭蕾，我觉得芭蕾就是很高雅，很 elegant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台湾，是做了就是6个月的交流生，那个时候我就是学会了怎么去骑脚踏车。2017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将于11月24号于大都市会议中心隆重举行。